春暖花开最适合旅行，很多人都会为旅程留下纪念。现在很流行制作自己的旅行纪念品，金山就有不少职人体验学院，其中剪刀石头布首创工坊就是带领游客制作实用的生活用品，让旅途不再只是走马看花，还能亲手打造专属自己的纪念品，为旅行增添更多乐趣。春暖花开最适合旅行，而旅行途中总会想要为自己的旅程留下纪念，购买伴手礼或是拍照留下照片。现在还很流行自己的旅行纪念品自己做，在金山漫游中推荐了10个职人体验学院，让来到金山的游客可以自行规划游程。其中剪刀石头布首创工坊，让实用的生活用品充满金山在地元素，就很适合安排来为自己的旅程制作专属纪念品。铁豹百合它濒临绝种，那这几年因为经过我们金山的呼吁，它的数量有增多，那这个就是众所皆知的事情。那另外有一种花哈，经常会跟铁豹百合混在一起的，就是这个孤挺花。首创老师指导学员们制作蝶谷巴特手提包，特别选用了金山在地也很常见的花卉植物孤挺花作为主角，让学员们自行发挥创意的拼贴设计自己的手提包，也让旅程不再只有吃美食与走马看花，还有透过手作认识在地特色，并且制作专属于自己的旅程纪念。都会带小孩子做一些我们金山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金山最有名的夏天最多的就是揪形虫嘛，然后再蝴蝶啦，然后就把这些我们金山小孩子经常在玩的东西呀，一起带进去这样子。剪刀石头布首创工坊可以透过与老师的讨论设计课程，而老师都会用心的加入金山在地元素，像是地瓜、锹形虫、白萝卜等等，制作成生活日用品，要让来参与课程的游客可以将作品拿出来使用，而且一看到作品就回想起那段曾经到过金山旅行的美好回忆。记者平涵，金山采访报道。